林志玲自从跟黑泽结婚之后，就在娱乐圈变得很低调，可能已经现在在国外生活，所以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家庭中。虽然林志玲之前在娱乐圈中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演员，但是如今她却慢慢回归家庭。当然，她在圈内热度依旧没有发生改变，所以还有不少品牌方邀请她参加线下活动。从路人晒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离开滤镜的林志玲有很大的改变，可能婚后的生活给她的压力很大，因此在没有美颜的画面中，林志玲暴露了45岁的真实颜值，而且皮肤状态大打折扣，可能也是由于灯光的原因吧，甚至还被网友评论为原图一点都不像本尊。其实林志玲的个人条件还是很好的，只不过没有把她最完美的一面拍下来，我们也不能仅仅凭着一张图而改变对她的看法和评价，而单单从她的颜值形象上看，其实完全感受不到时光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，所以离开了滤镜之后，前后反差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。那么大家喜欢林志玲吗？